我们去搞个北方的下午茶吃吃，随便卖啥的。这是山东，我们东北特色的美食。这招牌狗东北啊，这也太花了吧！你抽三次嘛，一次只能抽一个，抽多少我就买多少。好大，20，20好大。50，我没有想到。一贝尔的东北饭吧。你做巨无霸吧。对，你们这红糖长得还我们这边不一样。我们四川都吃腊肠的，卤汁的味道好重啊。卤汁的味道好重啊。我们四川都吃腊肠的，卤汁的味道好重啊。怎么打一盆土豆泥？哇，这个当下午茶是有点过分了。哇，你这是爸爸和儿子，别不吃小孩了。我们动物园不吃小孩。那我这个不吃什么吃啊？我下午茶呀、啊。我有一个烧饼。年轻人，我给你出一瓶白的出来，他拿着。哇，我觉得这个就不浪费了吧，这个少一点，便宜一点，这个就。虽然那个更贵，但是东北人就是豪爽，交个朋友没关系，喝了。这白酒能有多贵？好，谢谢。拜拜啊，以后常来。我以后常来，我先去感受一下。好好好。